好的，现在入场的是今天晚上的表演嘉宾迪玛希。今天啊，是他时隔620天再度登上了我们中国的舞台，也来到了我们第28届大学生电影节，为我们的电影献上洋溢着青春与梦想的歌曲。其实到这儿，对，问一下沈倩，你有没有注意到近些年来许多的导演他们的处女作？迪玛希上创作马成功，加油！很多眼下理想也终大展拳脚的电影人。이승디며알아이름말랑궁을알아이근놀람을빈주르시득대뜨살라악타르Nobody know, but I have 6.